他和水果一起吃，你们肯定没吃过。鱿鱼圈的大虾下锅焯水，调料和配菜我都放在屏幕上了。关键除了菠萝丁，还有薄荷，吃起来特别的清新。可不可以接受我的？红糖用水化开，可不可以带？锅里倒入牛奶、木薯粉，开小火搅拌至浓稠。倒入麻薯，来一点自己喜欢的坚果。我真的是对这种糯叽叽的食物一点抵抗力都没有。这一盆不仅虾的味道好，鱿鱼圈的味道也很好，快做给家里的人吃吧。